它是一个大品牌的公司，它要花这个商券一定会在电视上广告。十件到九件拢上假，无是行情呢。哎呀，诈骗的，哎呀，他不会说，我有 QR code， 不会有 QR code， 也不会说你加进去就有2000块。对，如果有接获中奖通知，或者是发送礼券的简讯，需要点选连结，或是填写个人资料，甚至是信用卡号码的话，就有可能是诈骗。